你睡了吗？还没呢，正在想明天给你准备什么吃的，怕那边没有合你口味的。喂，老板。我有那么挑吗？不是老板挑，是我挑。作为助理，肯定是要让老板喜欢我。我现在就很喜欢你。我有那么挑吗？不是老板挑，是我挑。作为助理，肯定是要让老板喜欢我。我现在就很喜欢你，啊？喜欢你挑的东西。哦，老板喜欢就好。老板有什么吩咐吗？既然你这么会挑东西，明天一早过来接我，帮我去挑几身衣服。明天大早不是集合要去公司统一坐车吗？我们可以自己开车过去。怎么突然要买衣服啊？买衣服干嘛？说实话，我在买衣服这方面没什么经验。我的衣服啊，几乎都是一个样子。难道你想看我穿着西服去参加团建哦，也是。那好吧，明天一早见。好，你早点休息，明天还要开长途。晚安。赶紧上车，快快快，上车！佳佳，给我占个座啊！啊，走了走了，快点快点，快点啊！团建不积极，思想有问题。人齐了吗？人齐，咱们就发车啊！顾总还没到呢。啊，顾总呢说的有事儿，一会儿呢跟小宁开车过去。有说什么事儿吗？我，老板的事儿我敢问吗？你想知道啊？你给小宁打电话自己问去。出发！你走不走？你不走开车了？老板早。早，睡得好吗？很好，老板放心，开长途车绝对没有问题。行，那先去买身衣服吧。真去啊？当然了。那老板想买什么样的？你来决定吧。老板没有行李吗？昨天晚上我已经放进后备箱了。好嘞。你觉得这个合适啊？嗯，行，那我去试试。小姐，这套衣服和您男朋友那套是情侣服，您要不要一起试试啊？不是，不合适，不合适。试一试吧，不试试怎么知道不合适？看起来不错啊。不过这条项链，哦，这个是旭，我朋友出差带回来的礼物，跟这身衣服也不搭，是吗？嗯，袖子不搭，那我拆了吧。这样看着就舒服多了。行，我们这两身都要了。好的，先生，这边请。好。男朋友，
小宁，你做梦吧。你看好他啊！王林总，王林总，王林总，好漂亮啊！快快，走，小心！哇，那边更好！注意脚下，注意脚下！快，真好看！哇！哎，你看那还有那叫什么？哎哎哎！各位，这里呢，就是我们将入住的陆森泡泡屋。自由选择，你们先休息一下，把最大的一间留给顾总，晚上咱们进行烧烤 party。 王凯啊，我要住在离顾总最近的房间。都说了自由选择啊。我有工作，随时要跟顾总汇报。你就不能让顾总放松几天啊？顾总一直紧绷着，好不容易跟咱们出来玩一次，你还不放过他。苏曼莲，你可真够狠的。佳佳，你过来。我住你隔壁，我都准备好了，所有的吃喝玩乐的攻略我都做足了。可以啊，我无所谓。哦，叮叮叮叮，这里早晚温差大，开房暖心包，专供乔梦佳。六六六啊，还是你贴心。哎，问你个事儿，徐总怎么没跟咱们一起来啊？徐总最近属于失踪人口，他来不来无所谓嘛。你不觉得我很暖暖的，很贴心吗？啊，也是，谢谢啊。哎，红姐，啊，我有六六六分点。豆儿，豆儿，给我照张照片，来来。哎，照照片可以啊！把这个泡泡屋拍了。我不跟他收费啊。